会是料理。三二，所以你当初是当初头个谁啊？五四三二，所以当初是嘛？你讲哪？我还是讲你想要开店，啊去拜师拜师学艺，拜师拜师学艺，还是？五四三二，威哥，你当初想要开店，那我去拜师学艺，那我跟哪个讲的？拜师学艺，我一定要讲的，我一定要的。拜师学艺，我就是要讲台语，我就要讲国语。在这个充满三二，威哥。你当时是要开店，这个情绪是吧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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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久了，破球，对不起，球，快，快好了，快。